大家好，我系大叔 Pizza。呢个罗德斯道的灰暗书挑战关英雄的阵魂歌。呢关咧就充满住随机性嘅，但就唔算难打。咁第一个随机性咧就是魔女嘅召唤物嘅种类同埋位置随机嘅。第二样咧就墙边嘅黑色火焰个位置都系随机嘅。第三咧就是比罗蒂斯嘅天赋咧就会出个 debuff 啦。咁如果呢个 debuff 咧中咗两三次呢个百分比鼓伤咧，咁呢关就可以讲系轻松打噶啦。咁召唤墙边黑火嗰个回合啦，我哋四个人围住个魔女，咁咧呢个做法咧只系俾佢吹走一个人嘅啫，咁就会优先吹上方嘅。咁由于黑火个位置系随机出身嘅，咁所以打唔过就都唔使太灰心嘅，就咁重嚟啦。咁召唤物都系随机啦，其中一款死咗之后就会帮我方补血。咁但系都系嗰句，呢关真系都唔算难嘅，真系差少少打唔赢嘅话啦，咁就可能俾心机拆多少少呢个比罗蒂斯嘅天赋百分比故伤咧，咁就会赢得轻松啲嘅啦。咁啊祝大家顺利通关，我哋听日嘅挑战班卡再会，拜拜。剣はおもちゃではない。一人も生きて返さないわ。行くぞ。見る目があるわ。一人も生きて返さないわ。見る目があるわね。私を信じて。始めようぜ。まったくもう。剣はおもちゃではない。